男团时代少年团有着超高人气，收获大批粉丝喜爱。今日组合在中国海南举办了演唱会，并规定所有粉丝入场前必须检查随身物品。若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不能带进去的物品，将会被保管在安检处。没想演唱会结束后，许多粉丝的私人物品被扔到垃圾桶，甚至被破坏，更有粉丝的行李箱也被扔了。这些举动让众人怒斥：难道粉丝不是人吗？让安检不要自以为高贵。事实上，这种事情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。许多网友也分享自己以往观看演唱会时的相关经验，透露之前举办的几场演唱会都是一样的情况，而时代少年团所属的经纪公司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做出任何回应。Bye.